这是哪儿？怎么只有一个鸡眼啊？下面还有一个箱子，兄弟们啊，这箱子怎么开啊？这个箱子啊，这打不开啊，这箱子啊，我服了。哎，可以抱起来！哎呦，兄弟们，这箱子可以抱起来，厉害了！咱们看一下箱子里边，有个降临风暴，水笔。可以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傻秋你好，我又来了，没错，又是我，我是给你点赞关注的爹，他是给我点赞关注的爹，你好骚啊，我都关注你一百年了，你可以送我一个小学生吗？这是开局一个机缘，你要打败凋零风暴啊，你要是能打败，我们给你点到50万粉丝。打败凋零风暴啊，现在是一个机缘啊，上次是一个什么的寻方二空岛是吧，然后还有本书我们看一下啊，啥也没有，哈哈哈，自杀吧，啥也不给我吗兄弟们，就给我一个箱子吗，结束了兄弟们，拜拜。哎，好兄弟们啊，这边的话我们又出生了一个非常屌的地方啊，这边的话一个大的平台啊，看到没有啊，这边一个是物资自己找，可以，这是我们刚刚抱过来的箱子啊，然后这边的话是，你是金属吗，不死能拿到它吗，不死拿到它呀，我看一下，我好像看到一个东西啊兄弟们，这玩意儿我把这个先抱起来啊，不死拿到它啊，这个用箱子可以抱放到这里不放，哎可以放到这里啊，我刚刚搁这边看那个箱子看到没有，下面有个木头箱子看到没有，哎怎么把它拿开，拿起来，哎我们又抱起来了，无尽寻方块四叶草，哇厉害了呀兄弟们，那我先把这个箱子再给它抱起来，哎然后怎么给它放到这里一放，哎我们就不死了对不对，把技术主播打到公屏上好吧兄弟们，然后这边我们获得了一堆这便携式，还有几个书语笔稿子，还有草方块，还有什么的四叶草，还有两个什么的无尽寻方块，厉害了啊，那我们先把这个无尽寻方块给它卖一下啊，还有草坪的话给它卖一下，直接开第一个无尽寻方块开，这是什么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，要被卡死了！这边的话，哇，直接起点，哇，直接起飞了，兄弟们，这边来第二个，开，这是什么？红石块？难道是红石山吗？真的是红石山呀、兄弟们！哇，起飞了这一波，这波不起飞了吗？来这边的话，直接卖掉，卖掉之后可以买这么多新方块啊！哎呀，完了，兄弟们，我们把那个蛋给卖掉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好，兄弟们，我们一心找冲大哥把我们的这个蛋拿出来了，耶！这边还有个蟹草，来，咱们开，这是一个什么，一个欧布卡片，可爱型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啥也没有了，刚刚我们啊幸好开出一堆物资啊，不然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啊，来咱们先开一下我们的无尽寻方块，不管了，开，哇直接买了1000个，你敢信啊，水晶鉴定再开，又是咱们的中粒子输钉块啊，这边的话又有一个我们的终极工作台，又是一个起点，开开，怀女支配之剑，天堂陨落成功，把欧皇打到公屏上好吗兄弟们，来再开，这边的话是一堆什么的，超级宝，还有什么的肉丸，开心，再开，这是啥呀，哇一个平滑沙啊，平滑沙，哎刚刚我们这边的话有没有骨粉啊，要是骨粉的话我们可以啊对不对，生产我们的，有骨头兄弟们，这个幸运方块我还开它干哈对不对，我们直接开四叶草它不香嘛对不对啊，来把这骨头直接给它卖了啊，然后我们直接给它分解一点骨粉，然后把这个骨粉给它卖掉，然后买1000、10000个出来啊，然后我们再拿我们的这个草方块啊给它，哎怎么只买了一个草方，买了10000个草方块，然后我们有了草方块这块之后对不对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，兄弟们，我们经过了千辛万苦的搭建，我们终于搭出了一个平台啊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直接先放一堆咱们的这个骨粉，走你，哎，弄了多少个，4个，再走12个，哇操，再撸0个，可爱心，这边还有一堆，再撸，哎13个，再开，啥也没有，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先多撸点，先撸一组四叶草出来吧，这次我们打的是凋零风暴啊，不是什么黑魔军团了啊，像我们凋零风暴的话我想应该屌一点啊，你们觉得凋零风暴屌还是黑魔军团屌啊兄弟们啊，觉得凋零风暴屌的打1好吧，觉得那个黑魔军团的屌的兄弟们打个2，我们看一下到底谁厉害啊，反正我也不知道谁厉害，哎兄弟们，这边的话拥有了68个，一组的不是64个吗，这无限重叠难搞啊，如果说撸一组的话10000个的带看我们了，咱们64个差不多了啊，72个直接撸了啊，来咱们直接开第一个，一本书，开开开开开开，有一个什么的自然开荒之斧可以开，这是个啥呀，蓝宝之剑啊，蓝猫之剑，什么蓝宝之剑，说错了啊，再开，开开开开开，无尽头盔兄弟们啊，开开，神器出来吧神器，点关注的都是我爹，这是个啥，这是个啥，这是哪个奥特曼的，厉害了呀，再开，最后3个了呀兄弟们啊，我这一组都没开出那么大宝贝啊，我的妈这一点都不欧皇了好吧兄弟们啊，欧皇感觉被用光了都已经啊，
2000 years later。 哎，好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话录了64个四叶草了，已经啊，我看这一组怎么再开不出，真的啊，我就砸电脑了，兄弟们啊，来开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开开开，我用情商50年男生换一个神器，开开开开开，疯狂开，这是一个铲子，再开开，哎呦，这是小鸡军吗？这是开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五、哦，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哎呦什么东西啊？哎呦吓我一跳，这什么呀？哎呦，这什么呀？这是开开，哎呦我的妈，有点卡呀，开，点赞的都是情商他爷爷，哦，这是个是一个手镯，合体手镯，合体，这是什么奥特曼呀？融合手镯，奥特人和手镯。这是个什么？无尽贪婪星云剑，垃圾！再开开，哦，五彩斑斓剑，兄弟们，这把剑能不能够秒杀凋零风暴嘞？兄弟们啊，咱们拭目以待，好吧？咱们就试一下，好吧？兄弟们，我这凋零风暴嘞，搁这儿嘞啊！来，兄弟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出来吧！凋零风暴！兄弟们哈、啊，这边的话我进不去了，无限崩啊！太难了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我崩了无数遍了，我进不去了，我已经这个存档，这个东西没办法，它无限崩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拿，我们重新创个存档。哎，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边的话我们把所有的物资都已经拿出来了啊，然后咱们试一下这个剑到底能不能够秒杀我们的凋零风暴，好吧？来，走！哎呀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传到末地来了？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回事哟、哦？哎，这个剑可以传送呀！我的天，能秒不？能秒不？能秒不？哇，能秒哎！哇，直接秒掉了！哇，可以啊，能秒！兄弟们可能没有看够啊，我们再来一只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这边好，我们又拿出来了一只咱们的凋零风暴啊！来，走你！死！哇，直接秒杀，可以这把剑！哇，这把无惨半人剑直接秒杀，可以的啊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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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这样的话崩了的话，那咱们的话也算是挑战成功了，因为他如果不崩的话，我们肯定也能给我们秒杀的啊。好了，这边的话这期视频咱们先暂时录到这里，如果你们喜欢这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个赞哦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嗯，点个赞呗。